跳跃，城市跑酷，飞越雪山，盘点成龙十大玩命特技，隶属成为一个功夫巨星的荣誉与代价，尽在成龙十大玩命特技。玩命特技第十位，高空跳空调速降。宝贝计划是新千年以后陈家班的一次创新之作，这个空调速降坚持一镜到底，让各位观众看到了久违的成龙式动作场面。来啊，追我啊，老来，我抢就好了呀。人家都我才刮到你啊。喂，搞咩老友，整冷气的，没事的没事的，回去。差佬到啊，你留啦，走啊！成龙玩命特技第九位，夺命赛车猛撞指挥塔。唐季礼和成龙在霹雳火中一起挑战惊魂赛车的场面，经过精心设计的飞车场面让观众热血沸腾。八位，龙兄虎弟高空跳气球。这段戏虽然名气不大，但成龙从高空跃下跳到热气球顶上的场景，在当时看来是惊险万分。下面再来看第七位，营救谢霆锋惊魂一刻。这个特技是由成龙和新生代偶像谢霆锋合力完成的，这组镜头中带着的暗语不言自明，新警察故事中的成龙更像个落幕英雄，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香港影坛的晚辈上。撑住啊，小子！
陈长官，你的腿松了，我知道，但你还不加紧一点，我不会放。第六位，雪山追踪，玩命跳跃直升机。据说戏里成龙本来就是越过山崖就完事儿了，但没想到唐季礼临时想到冒出一架直升机的主意，所以那时成龙的反应都是真实的。据说成龙在拍完这段戏后大吐干货。玩命特技第五位，21层大厦滑梯之旅。此场景出现在《我是谁》的片尾，成龙在21层的大厦的外墙上惊世一跃，这个特技镜头也被誉为史上最危险的特技镜头之一。商场大战惊世一跃。三位，红番区，一跳成名。红番区是成龙第一部真正打开国际影响力的电影，这场戏中成龙带着腿伤从天台一下子跳到另一栋大楼房间的阳台上，当时一点防护措施也没有啊，可谓是惊世一跳，从此世界记住了这个勇敢的男人。而谍影重重三中也致敬了这一场面。成龙跌进燃煤堆，火烧国命。醉拳二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一部失败的作品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成龙在片尾那场跌进燃烧煤堆的动作戏真是非常搏命，大哥在燃烧的炭火上真实的在挣扎，可见其的敬业和玩命。Fire!
下面让我们揭晓成龙玩命特技的第一位，钟楼惊险自由落体。1983年的 A 计划是成龙的早期作品，对于当时稚嫩的成龙来说，拍摄这段从大钟上坠下的戏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成龙在当时犹豫老半天都不敢跳，结果大师兄洪金宝来了。要说这洪金宝比成龙还要有大哥气势，一声令下，成龙就这样从空中摔了下来。仔细看，两个掉下来镜头是不一样的哦，也就是说这个危险的特技他至少跳了两次。来不及了！大哥如今的江湖地位都是靠当年用命搏出来的呀。